说话是一门艺术。某次在一家三代同堂的亲戚家做客，幸福的家庭需要好好经营，好好说话是就幸福的起点。好的家庭教育从好好说话开始。首先，夫妻间要相互理解，相互尊重，说话轻言细语，有商有量，婚姻中的两个人从相识相知。其次，与父母之间百善以孝为先，时代不同，思想不同，接受的文化教育不同，生活的经历与阅历相距甚远，所以在处理同一件事情上，再次与子女之间要学会适当的激励，而不是一味的打击。孩子考个96分，高高兴兴的一进门就嚷。好的家庭教育从好好说话开始，家人好好说话会更容易感受到幸福。对家人好好说话，受益的不仅是夫妻双方，更是在这个家庭中成长的孩子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